一年的细胞是在古老啊，或是在减速里包山包海什么都加这样，所以想助理的那个。阿嫂到我们这机智问答对吗？找到我们机智问答先啦，因为那个叫我抽，肯定没有抽来对不？三个步骤对吧？啊，第一个步骤就是要跟人出门下去嘛，第二个大向量，第三个歪起来就简单对不？好啦，第二个问题。阿妹啊，那个长颈鹿可以你冰箱来对，四个步骤，四个步骤，找到三个人就卖四个哦，四个步骤，好，四个步骤，来，知道答案的，一二六三，来，那个配合是不是？来配合三，对，来前面啊。先把门打开，第二个步骤。把大象拿出来，第三个步骤呢？把长颈鹿放进去。第四个步骤呢？再把什么关起来？把拉链拉起来。好，把门关起来。好，恭喜你答对了。好，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哦。啊，今天在森林里面有在办那个动物狂欢会，在庆祝圣诞节。啊，大家人都有收到邀请。啊，不过呢，看他是哪人，一只动物没来。下面懂不懂啊？一二三，好了，麻烦看这边好不好？好，一二三，没有人举手，一二三，你刚刚有答过吗？没有，还有答过，来赞美超的姐姐，谁没有来参加这个庆祝会？圣诞庆祝会？长颈鹿？为什么？在冰箱里。哎，那你可以参加。欢迎大家，欢迎大家，欢迎来参加这个，好啊，很棒，好的嘞。快乐，那我再来，我们就以来这欢乐为时间吧。有没有期待下一个节目？有。有不够的人，对，好，那我们就把下一个节目抽奖节目就直接跳过去，好不好？好好好。节目是很想要带孩子，然后想要带去中国，慢慢的，一个一个银河度一个中国了，会跳个好像。好了，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抽奖。一个抽奖，我们首先要邀请的是敏慧张大佬，我们请他来帮我们拖出一台脚踏车。好，等一下，我确定一下，还有没有人？他这边要抽，这边来抽。本来你的奖券都还没抽下去，还有没有人的获奖券还没有？如果再不投的话，大家都不可以投了哦。不然你会，你看我留着等一下要抽平板的时候再来。哦，没有，现在都要投。还有没有人没有投？快一点，快一点，现在要来投，快点，现在没有投就没有机会了。对。啊，每个人都有投，对不对？好，来，那我们来给他们平板了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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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个牛郎他当然就给是你耶，牛郎。关起来，关起来，关起来。哦，牛郎真慷慨耶，我求着伊也被关起来。丢脸！关。来，我们得奖的是邱淑芬姐妹，淑芬姐。那帮到你种特别牛啊，还是后面还有更大的奖，我们更棒，更棒，更棒！没有，你都得要好。今天呢，我们是来过年节，圣诞节。好，建林，你觉得圣诞节是什么？圣诞节，我给你话，最好的就是圣诞节的。我们圣诞节就刚回来过，比较不适应嘛，对吧？哦，有圣诞树啊，上重要就是以前细汉都会报佳音，啊，报佳音从边来就是啦，要不紧就伫做，你知无？要不紧行迄条山边路迄种。是啊啦。因为迄种会去上个庙里头食好食的炸鸡，炸鸡食了会去迄个东海之水里头食好食的饼干跟蛋糕，所以大概迄堆吼就是讲啦，讲食到足饱的啦。我不爱收红包。圣诞节就是这么的精彩，哥。其实圣诞没有我们想的这么简单。好，我们把时间交给亲密团契。好，到底有多不简单？我们来听一下哈。开手。
感谢一帮来宾啊！今年我要比赛啊，去年要比赛要较强啊吼。今年要甲大家讲，圣诞无大家想的遐简单，咱来看圣诞无简单。头一个无简单就是啥啦？玛利亚行一险死，对无？你有感觉玛利亚这啥代志行一险死无？当发生个代志的时阵，这个天使甲彼个，甲玛利亚讲，讲啥物？讲明大阮的女主啊，我甲你问下，主已经甲你讲啥？我问你，这两个本来敢有熟识？无熟无识，无讲无谈，就闹这句话，你看玛利亚感觉啥物？惊一个险死对无？你那是想讲啥物？你咧讲啥物？对嘛，下面到面的生活在里头。咱普通吼，咱遇到状况的时阵吼，咱拢有两颗心态，咱就是讲啥，咱心态是啥，你就不要紧啦吼，没什么关系啦。那干嘛没什么关系？他跟别人没关系，有关系对不对？有多大的关系？还是定性那边的关系，有无？你刚刚讲，咱对他的人有拢专门干聊聊啊，动辄得罪我，那是为什么？是因为有关系是因为关系不好，有关系对人没关系，所以有关系是关系不好，所以有关系是因为没关系。下面介绍一个干部叫做感情存款，感情存款不爽的，这个干部你怕啥呢？你建立关系，你买没关系，你也爱建立关系，我就告诉你，就会很有关系。这是一个爱情银行的观念，吼，咱每一个人吼，拢其实吼，拢会迄一个你所喜爱的人开一个口子，这口子会记载你心目中大大细项的代志，这代志会存款无存款，咱来看卖吼，咱就是所以上的时候，咱来看这站发生啥物，这站就是吼，有一日你加看，啊，你家听一个，听一个主播，啊，拍你个钱头，咱有存款无？啊，你啊，这个家己账户有存款进去，有存钱进去，对无？啊，这站啥物代志？这站就是讲有一爿半暝啊吼，迄、那个南部的厝卡电话来讲，讲恁丈人叫，结果你二话不说，套门煞，穿个车煞个，路路那个厝，国家处理看，你这个女人是发生啥物代志？你这个动作没有？你太太讲，安尼有存款个，指标啊，存款。啊，这条嘞，这条发生在哪里？这条就是讲有一间吼结婚纪念品，有一个无良心，啊，两万一百，国死老吼结婚纪念品这个，结果你怎啊？很深情的照相，你帮我手卡个，一个卡头卡过来讲 ，boy， 感谢你真认真，对咱家真大牺牲，感谢。是刷靠你啊，跟几粒刷，全全刷，你保持你的规划表，安尼有存款无？我有吼，这条话条吼，这条做话条。啊，但是呢，生活中会大声来吼，吼，电话，什么叫做电话？你看这件发生过来，这件就是吼，你某吼，看一个案子，啊，你下班了就刚食食了，刚进房先叫你房先叫，安尼电话无？这条发生啥代志？这条是你刚刚讲是发生。恁家看到恁家成绩好，歹甲袂好，结果性命就了解，你来开心个啊！查某人，规日用呾厝一个囡仔教到变安尼，对无？安尼即条就好，对。所以遮个所有个大细项代志，拢会伫到尾仔结成出。你做拄食大个活动个时阵，你就会结成讲即笔消息有出还是无出？拄到你即笔消息是有出个话，你就是。找到一个安全的状态，这时候才好讲的一切好说。所以，如果你若是不小心就是跳级，啊，这样就是老板，是啊，安那讲的比赛，所以一切无妨。所以你发现，有时啊，对方一切好说，一切无妨，这是你这个想，有当时有说明这样，这样。所以来爱了解，咱来看医生，安怎来操练这个功夫，医生知影。我讲我同安尼讲，就比伊迄个玛利亚去惊着，所以伊才继续讲啥物。讲玛利亚你免惊，你伫神的面头前已经非常稳当。你要怀疑神囝，你会当家己去面对你阿叔。你阿叔是啥物话？你阿叔对吗？
迄个鱼鳖人叫做啥物？叫做玉树啊。玉树啊，意思是啥物？然后我是真球，咱今日在图书馆看过这个文章。然后我是真球，所以是真球。所以呢，伊要生一个囝，要家己的百姓对苦难中间求偿，这样才有存款。这阵一面真大个看到，过来第二，过来，然后佫继续。伊要做大，要请做志愿者的囝，要是要甲伊的祖先代表，伊，予伊去予做法国计划，去教伊教伊个国家的事。这边存款有几多？超过百分之五，所以即摆咧买嘞啊，迄存款内底有存也是无存？有存也无存？有啊，有够有存嘛对无？所以这个时阵一切好说了对无？咧买嘞啊？没关系，那就一切好说。所以毛主席刚刚应该讲，他说问题在哪里？我，对，伊咧无简单。这个时阵确实无简单，确实变难来，变难来。要看你这个时阵吼，要先加那个虾米，这个查某人要传伊，要去有心啊，要时间来掠，对无？你看那掠，对，会真大掠过嘛，对无？第二无讲有时阵，叫做情绪自我调节。咱人若是性格起来的时阵，你掠过的时阵吼，会做戆代志，对无？啊，性格起来做戆代志，意气用事，对无？所以呢，这部功夫呢，要来教大家怎脱离这个状况吼。头一个是无所事，你也是意识状态。你咧看恐怖电影时阵，有做紧张无？不会，看恐怖电影有没有紧张？不会哦，那没认真看。看恐怖电影做紧张，但是你若会当恐怖压头壳，看到面膜，看到边啊，大家拢咧看电影，还是你会较紧张哦。袂，因为你知这是电影，所以第一个动作是你爱意思做，当国家的宏观也清对无？你爱跳出来，我即马是在状况，我即跳出来，我当在当局里面来遐去玩哦。啊，过来嘞，过来我爱开始分析讲，哎呀，我即马是啥状况？我即是啥款的情绪？我是惊伊，还是啥物？还是生气，还是安怎？就不管是发生啥款的情绪，啊，我这情绪呢，是我有啥款的想法？啊，我这想法是叫我心里有啥物要求，所以才有这想法。这样我咧想一遍了，你就袂意气用事。你所做出来的物件是真健康。咱来看，有时候拍真正型、真这部功夫吼，有时照着这部功夫来拍吼，咱来看真紧。即摆要先上状况，即摆就是等我知影我迄个要传过去，我就有心啊。状况是安尼，对无？所以伫这种状况下咧。我有一个真强烈的感受，迄个感受是啥物？我的非常的兴奋，见识到伟哥，对无？我真强烈感受。啊，是安怎我会安尼感受嘞？因为我有一个思想，我一个想法，我想讲，我想来会兴奋，见识到伟哥，因为我想讲，伊是一个高性格的妇女，因为我想讲，我来安尼甲传伊，我也有一个人来我提醒，对老师安尼想法，所以你看有这种感受嘛？所以你来到这感觉群，你好好想看嘛。啊，无你即摆有这个状况下，你输对什？你是要爱啥物？我要爱一个轻松欢喜的性格的婚姻。好，我要爱轻松欢喜性格婚姻，我有好多个心。我头拄仔所想遐想法，到底是合理无？是真的无？我要爱一个性格的婚姻，安尼我甲我人家当作一个无性格的婚姻来，这敢有合理？无合理，伊是对性情来怀胎。哪里有性格，所以这个想法是无合理的。本来就是咱那个想法嘛，我是上帝唯一的指定人选，上帝甲伊选我，所以我是一个骄傲，我先爱上帝去支持，对无？你等你安尼想了后，思想，搁再一个检讨了后，感受会有改变无？等你安尼想了后，你就知影，哪里还是性格，怀疑是互神所喜爱的，是神所教的。所以你若安尼想了，很多感受。感觉到，感觉啊，你所想起的，所感觉见识所微观的，你搁存在无？无啊，已经洗掉对无？已经洗掉，所以伫这个情况下，你就见识的，见识是无啊，是啥物？好，快乐甲传对无？快乐甲传入，所以甲传入来，所以帮助甲帮助了，从此过着快乐幸福快乐生活对无？有啦，无你想遐简单啦，无遐狂心，但我。这么麻烦了，
创业完了，就你要生下嗰个苦头，这个嘛无简单。咱知影吼，咱两个人的两个人的爱情的这个强度的曲线是安怎？咱两个人对无熟悉甲熟悉，会把咱咧抢牌嘛？因为爱情强度一直升高对吧？你看上关的时阵，发生了这三代志。两个人你相爱的时阵，爱到迄个强度强到最强的时候，发生什么事？我们结婚吧。哎，对哦，对哦，对哦。不会是我们生小孩吧？啊，是我们结婚吧？所以你迄个时阵，发生结婚对无？啊，结婚了，你搁继续想亲亲关还是爱好啦？要往上跳，我们囡仔刚在想，但恐怕在往下，对无？会往下。会往下累累好，往下的力道是啥物咧？累累囡仔出世第三个月，啥物是拄仔出世？拄仔出世是面生新生，硬来甲你讲，好，迄内个做欢喜的，做五万的，做幸福的，你感觉出？恁孙能见面，但是五甲三个月未了，你就才死，对无？真两个拢新手，新手父母，啊，五三个月过，有困难哦，有。翁会教囡仔，互个教某会教囡仔，互都同款。啊，你这时阵会想要找是无人到相共，会啊会就食人，会就是即摆第五级啦，啊迄、那个大家大家，第五差不多，大家搁差不多，安尼问题无？问题较大条嘞，因为娘家跟婆家完全不一样的家庭，这两个人一进来，问题会更麻烦。那、啊、这两个一进来以后，会寻求，会找一个，已经产生很大摩擦，会产生调解的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时阵，安、啊、怎？牛郎家打官做而已嘛，对不对？岳父跟公公也进来了，那、啊、这个家就完蛋了。所以太多的意见在那里摩擦了，所以在这里会出现很大的摩擦。这两类歌常常会出现另外一个恐怖分子上，啊，是多啊。小姑若是拥有身体，也会差不多明白，这个代志怎聊，对吧？所以咱就开始聊了。啊，来到尾啊，来到上车底时阵，差不多发生啥代志？这时阵发现中年危机跟孩子青春期。查甫人，你这个时阵差不多该生的话，拢是讲会生，拢是要生的。生到尾啊，即款差不多生。啊，所以人生事业做发现无啥目标，所以这个时阵真麻烦。这时阵囡仔都大。你那开始大汉了，开始饮醉，开始有家己想法，开始叛逆啊！是，这是会乎你的家会去参参无参参。那到尾啊嘞，你那大汉好不容易，你那出外读书去做工作，啊，就无问题啊，对吧？你讲我安尼个无问题啊？你那出门就无代志啊？唔对，代志较大条，是安怎讲？两个阿公阿婆感情已经慢慢无聊了，会消耗殆尽，即摆囡仔都走出去。那还啊，即款等下较侪，我两个人对抗，迄时阵痛苦，太痛苦对无？所以讲有一段期间，做低迷的状态，这大概都算叫做空巢期。啊，因为空巢期的，应该我因那边的人会变起来办法。唔敢讲吼，有个人会变起，有个人老板，有个人变起，三万年会变起，因为发现你家的生活失败，所以唔买下市了，所以好变起。啊，有个人呢，袂落来，就是讲，甲遮来，甲这康山来，规日看无完，切切，哦，啊，即摆呢，要是干嘛你啊，你做一个吼，要是干嘛你啊，做一个吼，拄啊结婚了，拄啊有新娘，到尾来甲想参加嘛，所以讲，要是干嘛你啊，行到这个吼，啊来看看有无新鲜代志，你这个时阵。你学校无啥，无法照顾到你学校无啥，所以爱等于学校无啥，爱等于注册登记对无？你这个时阵，伊有心啊对无？所以伊我无爱。哎，讲我无爱，要是人阿讲，哎，伊个查某安尼翻车车底加价，啥物还生无爱？迄政府规定啥物生无爱？安尼讲对无？好，哎，但是安尼讲当害啊！啊，你敢不知我伫咧生啊？你敢袂使较体谅是？啊，要是人阿讲。阿、啊、无，不然要怎样？我都爱做些绣花的工，那那个工资进来，不然要怎样？哦，那你还讲，你就是这么不体贴，不
会做的，难怪没有香甜，一辈子都想帮他。那么朋友都改品，这么可以让朋友来改品，所以你只是拿三瓶就好了。好，你叫我们香花洒，而且我看你家己是啥物关系，那么贵，我给你留心啊。你讲香花洒对吧？安尼是安尼拉起来对吧？对不？你是绝对袂记的，这哪里爱你搞？你这个无良心的三 PP， 我把我老爸是请的，但我记住你这个良心高二十六万，对不？那没得记对不？你说，你说你看没得比良心高，你真正我跟你有聊有你来，对不？啊，那那那个时候我听讲，当我是讲话的呀，刚写了封面，刚真正还那存在，一直讲，啊，你无简单对不？好，咱这边讲，上辈的发心哦，过年的发心。婚姻里面两个无同，拢无同款的家庭，所以有发生冲突。啊，冲突诶，从这前八种，但是呢，专家研究下吼，差不多四种是上破坏性的是四种。啊，你那你啊，先来一个四大杀手，有四个杀器。四个杀器哦，你将根本吼，它利用的那 AK 系统诶，这个第二种，所以讲 AK 系统第二种，这个大量机器。一个黄面骑白马，骑红马，骑黑马，骑富人，各代表是情况啊，战争啊，结婚啊，死亡。你怎袂讲这？咱讲婚姻内底也是讲两个人的精神内底，情商内底有四项杀手啊，出现解不了。第一个杀手是轮观，轮观就是讲你所批评的是这个代志，你搁批评这个代志，咱记一个咧。你讲要甲小花弄乱，啥物无人，真正太无责任感。无人笑话，他无这个教。这个是讲感情，这个是讲你这个人，你这个人的人格特质跟责任感，这个是第一个杀手锁。所以，当有些骂人，骂讲啊，你那笑话无去啦，结果你后加一个杀手出来，讲你真无经验，安尼这就出代志啊。所以，咱还有这个提防，这个杀手出来有必要哦。第二杀手，轻的，轻的啥意思？轻的是讲你唔能干来判官的哦，你要改轻的，我啥意思？啊，怪了你，你就是再无经验，干所以是袂去做可能。到时我是袂出去做可能，做面子啊，都去做做去做钱。你讲伫这时阵，趁火打劫，你搞不着对无？这有真强的杀伤力无？杀伤力很强的。二第三杀气就是啥？第三杀气就是防卫。防卫就是讲，当咱想要避开攻击时，咱拢想要落下，这是我问题。我安尼应该无算。跟你安尼讲是不一样，因为这个东西叫做你解我俩，我来去我无别的，我你安尼这个是杀手，咱来看这个安怎。那是你这么讲的吼，我刚要下班就去来消工。如果不是你这么没空，还需要下班就讲上班嘛，这样就防卫了。那防卫以后，这个架会吵得更凶。那这个架一吵到这样。吵下来吼，破东西，那防卫那里保护的时候，对不对？嘴巴，啊，对方看咱嘴巴口水，一定手流汗的，啊，手流汗的，反正我们绝对会搁较强的，规盘都好去对吧？规盘好去，搁来的规组盘来啊，两败俱伤，中气，哦，所以这就是第三大杀手，第四大杀手是冷战，好吧？谢谢了，我讲，所以那你慢去。你这小伙啊，你袂歹参，对无？这情节太熟悉对无？咱想嘛，咱捌遇到这种情节，大概进这个四大杀手。所以发生这四大杀手的时阵呢，咱咪讲，咱当冲突变化现这四大杀手的时阵，关系已经渐渐大于死亡的概率。所以你会晓提防这四大杀手，阿袂歹提防，咱来看卖。伊讲我无想要等，即来六杀手，即来六四大杀手。无啦，伊讲伊个意愿，无想要等，无想要等遐重要，无想要等遐。但是伊讲，你这个查某人翻车车六杀手，只有他那四大杀手杀手，有啊，对无？伊讲伊讲批评你这个人，伊是不可理喻啊，对无？这是论断的杀手嘛，对不对？好，过来。很多讲，很多叫很多来讲。啊，你讲台湾这边生啊，你这么体谅，这么体谅，这个叫啥子？有嘛对吧？你就是无体谅，对吧？这么体谅，
好，哇伊安尼，伊讲啊，不然要怎样？不然就杀手，就啥物杀手？防卫嘛。我安尼刚划转，然后不然就要怎样？就来你玩杀手。好，来，你就是讲，再无你两岁无兵，你话三十七啊，三十，你这两个杀手。哇，这前面这两个人，你就是。我天天睡左边，右睡左边，右睡三七三兵力，我心力和怎样？这个也是杀手。那将来要杀手，你这个电球的话，来有兵马武器啊，对吧？你要是怕，你肯定要给马武器啊，自然就马杀马杀青，对吧？二，来，哪杀哪厉害啊？好，自然就杀手，你就放心。二来，这些高位啊，很强。因为我跟你说你要休息啊，对吧？这个是四大杀手。好，这个四大杀手被介绍这个卡通叫做寻求双赢。像刚刚寻求双赢冲突的原因哈，不要交换结构，大家是不同立场，但是因为不同需求，但是因为不同的价值观。那你若冲突的时候，你要慢慢了解，你这个冲突到底是对一个战术还是要求的，到底是对一个情况啊？但是真少你也知影，真少三个同时成立，不会同时成立，所以这里面是有解决的机会的。大家举个例子，像一个感冒吼，一只感冒，你到两个囡仔，你抢一只感冒，知影吗？啊，八名了吼，八名，一个方法，好无？恁呢？无啦，一只感冒，两个买一只。你也刚刚是个干嘛的？啊，两个囡仔拢袂，拢全部都爱去抢。你袂食的，后天两个都卖惨，对吧？是这样吗？不是，两个都受伤，背景点两个人都受伤一半，对不对？这时阵，咱拢袂给你时光，你干嘛？我背景这爱干嘛袂冲的，这个弟弟爱干嘛袂冲的，你讲在爱干嘛袂冲的？真歹势，这个姐姐干嘛要干嘛回去证明拿回？这个弟弟要吃干嘛？所以这样有个双赢嘛。所以你若无去好好找伊个亲朋的孙，有会发生问题。所以你这个干部的怕就是呢，你能发生冲突的时候，也是紧张，这是一个原因，这表面的冲突。啊，再来，你如果你若是那个心理家里头出代志，所以你要去把他找看你亲朋的孙有啥物，然后合理来寻求双赢。好，合理寻求双赢，我们来看看哈、哦。啊，多少人啊？你看，帮我无钱的人，还有没有哈？是三万的合理无钱的人，是三万的无钱的人。我在那边生啊，所以我不爱房间就占两间，对不对？对吧？啊，所以你也担心，挂到心上，恭喜啊！如果是的时候，啊，你想看看挂到空呀，样子无聚无离，当然啦，做一样生活当然是我们最担心。啊，所以嘞。所以你希望你到哪里做，你来去先上下下，感谢是，是，啊是好，安尼。所以你哪会当认真，你来去先上，你就当下先感谢安尼，是，安尼好，安尼前面水就出来，就是上面，你得认真来去先上，你得等你考察，这种是零和啊，这如果他不回去，那他要回去就是零，现在不是零和，所以。那种需要你的大脑，所以说大脑是存有增加这种想听的记忆，要讲这条路线。这是家里面的拉萨的嘛，对吧？那这是这里的嘛，对吧？所以这里在大家这里头好像有用半路行善的机会是真多，真多，对吧？所以你也当是可以跳过这个辛苦的时阵，你也当存有这个路线。你迄阵啊头壳话，你落山去，真会烧。啊，如果来晒，安尼会烧，会冷嘛。所以烧了包了，就是安尼可以做庆祝的，有事发就做庆祝，对吧？好，啊，其实我们再看，东方博士也没那么辛苦。为什么？这你在台东，东方博士一次都不会用，一扎三米，黄金留下莫要，对吧？其实够明白，是做这个做特种部队，特种部队扎三米。照顾你的地球，我的秘籍，我的秘籍，但是我的秘籍不久见能把你想象盖的哈，够看你啊，所以七六六件，七六六件，我微笑嘛，OK， 你
是这六个，啊，咱个拍对对几招，有三招，啊，这功夫嘛变成片啦，后尾第一二场你看会了，我可能做恁是要上些了解啦，恁要上有啥物上些了解，上三关水果，做啊你家来啊，上几水，做你来，做你来啊，好，所以咱要拍出影响力，恁礼拜五七点半，单周做过小剧，双周五一刀。各分多少句，咱会开，你开新的课程，新的朋友加入，咱其他开小细班的小，啊，双周咱会整个东西有聚会，啊，今下将会切到，咱要开始开小班的亲密之，啊，十二月三十，你用爱心说诚实话吼，谢谢。用爱心说诚实话，过来的地方，我们农民过年过，咱要开始。小主播，好，这个医生是美籍，一直都没有音效嘛，哈，那么音效就算了，没关系。好，那这几天过来来，好，那所以，要请这些圣诞节音乐的，好吗？没音效没问题。好，新兵们，请大家跟着我们现场快乐。啊，明天还是让我们刚刚周一看到微笑。